听个心如止水。心如止水。Talking to the moon. Hello, 家树。Hello, 晨晨。Hello, 芊芊。Hello, 公车迷。Hello, 德全。Hello, IP man。对不对 ？Hello, 德全。今天也是什么 ？Hello, 不要花揪我。早安啊 ，Hello 上庭，有点不习惯戴隐形眼镜哎，忽然之间。Hello 泡芙大叔 ，Hello 小白兔，后面大家的脸都崩坏了，什么？大家的脸崩坏了。昨天生日会穿得很好看，谢谢。Hello 阿瑶瑶，谢谢叮当鼠猪猪海尖。Hello 杨雄 ，Hello 微微 ，Hello 潜水兔。今天也是，谢谢，恭喜杨雄，晚安芊芊，晚安泡芙大叔，谢谢芊芊帮我分享直播间 ，love you， 跳太快了，一下子忽然间上面还没看到，谢谢公车名 ，B N K， 耶、yeah, ，好有，应该有了，应该有跟到哈，昨天生日会拍的照片给朋友看，朋友都是嗡嗡的表情，到底怎么了？大家都没想到你们真的开打了，开你说最后吗？最后那个，昨天的话喜欢吗？喜欢，超喜欢的，谢谢你们，超美的，我又把它好好的放在我们家的柜子里。昨天根本被煮煮什么？谢谢微微。什么？昨天根本哎，谢谢叮当鼠 ，Hello 青苹果。看生日会影片被点了，谢谢公车迷 ，Hello Chanting，Hello 不准偷看 ，Hello 黑哥 ，Hello 黄鱼，谢谢微微，真的好开心。我昨天有认出几个，我有认出微微，我有认出叮当鼠，可是你卡丘是不是有来？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没有看到你的牌子。卡丘有来对不对 ？Hello 啊，谢谢泡芙大叔追踪。Hello 黑哥，我想知道昨天在玩啥。昨天在玩炸奶油。昨天在玩炸奶油。祖祖皮肤有比较好了，每天都有擦药膏。你说哪里？谢谢黑哥的心之冠。微微挑的超好看的，你说粉红色跟蓝色对不对？刚好是粉红色，我那时候看到那个花的颜色，我就有发现是粉红色跟蓝色。你今天的衣服在发光，真的吗？反光就对了。Hello Jimmy， 昨天是崩坏的祖祖，是大家的照片，我后面都很崩坏，是不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崩坏的照片？好，你们私藏我的崩坏照哦。Hello 阿哲 ，Hello 塔瓦哥，谢谢不准偷看，嗨嗨。Hello 柳晨，谢谢黑哥帮我分享直播间 ，Love you。Hello 佩森，谢谢思源的 Love Love。听到祖祖有生日会就手刀买票了，叮当鼠，谢谢。祖祖看 IG 发，今天发的很好看，什么 ？Hello， 谢谢思源的 Love Love。Hello 惠春云，昨天真的会笑死。昨天我那时候嗡嗡还说，哎，真的你把我弄得很丑哎，这样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脸都是这样。我说谁叫你要开打，他说又不是我开打的哦，对不起，我以为是嗡嗡开打的哦。你的皮肤是不是好？那就好了，你们继续谈，我去隔壁台避难。为什么要避难？昨天很好笑，很开心有参加到你们的生日，谢谢你青苹果。照片很好看，现实动态的吗？谢谢卡丘 Hello， 谢谢泡芙大叔帮我分享直播间 Love you。 那个画画是什么？那个画画游戏环节，后来土下做两人最另外一个是我，真的假的？德全真的是，你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是坏掉的那个吗？是画坏的那个吗？谢谢芊芊的心之冠。Hello 饭团，是剑兽是应该没发现我，我没有发现是你，先开车好，金界大叔没问题。今天发的也好看，谢谢公车迷。崩坏的我这边很多，还高清的。哎 ，Hello 子亮，你好，晚上好呀。Hello AHX， 谢谢芊芊的真情告白。我忘
忘记把花拍起来了，要我不能传给你们，我又不能拍，哎呀，我应该要拍给我怎么办？这样子，我想想看哦，怎么办？那怎么办？微微，我不能帮你哦，我先帮你拍起来，好不好？祖祖在比手画脚，根本气质啊！真的吗？真的、哦，我很气质吗？我已经使尽全力在比嘞。祖祖今天发的贴文照片很好看，你是说我今天发哪一张照片啊？哦，带包包的那个对不对？现实动态 ，Hello 落日一笑 ，Hello 玄阳，昨天没有做名牌，只好默默的看祖祖。芊芊，你一定要跟我说是谁才对，你应该要跟我说的。因为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是因为他们走的时候跟我说我是谁，这样我就赶快趁机把你们记起来，把名字跟脸脸记在一起，这样。Hello 傅维 ，Hello 切尔东，说谢谢粉丝送的花就可以了。对，没有，是因为微微刚好没有拍到他的照片，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本来想说没关系啊，我拍给你们，好像不行，好像不能拍给你们。Hello 小蛋糕。蛮多张之后会慢慢剖的，你说崩坏照吗？饭团，Hello Only， 对比嗡嗡的星星，祖祖有气质的多，真的吗？叮当鼠，哎呀，输了，真是输了。Hello 阿飞 ，Hello Tomo，Hello， 谢谢浪客四五一的 Love Love，Hello 浪客四五一，谢谢万神帮我分享直播间 ，Love you 万神。Hello 杨公公，赠送的话应该可以拍吧？可以拍，什么意思？你说我们拍吗？不知道。祖祖气质 ，Hello 肯尼阿德尔森放 IG 啊，不知道可不可以？我问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要不然就可以拿到卡片了。对啊，谢谢小蛋糕的早安抱抱跟玫瑰 ，Hello 九蛋 ，Hello 老沙。昨天的关键字是皮鞋哦，唐瓦哥，你就是皮鞋吗？你是我们就是那个皮鞋的那个吗？我们头二理解错误了，后面就全歪了，真的，德全真的。但是太紧张就忘了，你说忘记跟我说了吗？没关系，我们下一次，你下一次握手会的时候就可以跟我讲。握手会会来吗？Hello 培根蛋饼 ，Hello 正佑，谢谢你帮我分享直播间 ，Love you。不会啦，崩图我都藏起来，自己偷笑就好了。啊，那你有没有可不可以帮我上传一张好看的崩图？我还蛮想要看的。其实蛮喜欢收藏自己的崩图，如果你觉得稍微好看一点的崩图，就不要太丑的那种。谢谢小崩仔帮我分享直播间 ，Love you。谢谢 Only 的玫瑰 ，Hello， 只看一下。昨天我有抽到拍立得，原本想趁机跟祖祖说我是谁，你跟我讲是谁，芊芊，快点，你是哪一个？你是拍帅的那个，还是搞笑的那个，还是随便都可以。Hello, Mr. 工厂。本来以为可以拿到祖祖的卡片，对啊，好可惜哦。没关系，下一次有机会的话，我再想想看有什么方式可以送你们小卡片。搞笑的，我记得你了，对不对？我记得搞笑的芊芊，我记得。Hello, Yan， 谢谢傅伟的 Love Love。Hello, 公车迷，能跟祖祖一起拍立得，好幸福啊！小凤仔，你是拍帅帅的这个吗？还是这个？刚刚去隔壁查寝，去隔壁查寝吗？昨天还跟隔壁的粉丝讨论祖祖，怎么了？讨论我什么？好害羞哦！谢谢晴晴的 love love， 谢谢欧里帮我分享直播间 ，love you。Hello， 茄子 no 亲友，上周的绑粽子，祖祖跟团员站在一起，真的很像长颈鹿，所以我就会被他们讲是长颈鹿，就是对啊，哼。Hello 曾勋 ，Hello Tomo Hello 景晴 ，Hello 小马，真的是已经好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现在祖祖已经彻底的完全变成长颈鹿了。我们说祖祖努力又漂亮，真的吗？是不是偷偷入我外袜？Hello 天天，祖祖跟我应该傻眼，你们签的小卡一张都没有办法送出去，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讲清楚规则啦，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说哦，要一个照片，不是一个图片，一个文字这样。因为我以为是全部都要画图，就后来说啊，
是一个画图一个文字，一个画图一个文字这样。Hello 俊颖，谢谢浪客四五一的巨蟹宝宝，吃了祖祖包的粽子，有跑厕所吗？哎，我是那天的 MVP 耶，干嘛这样？没关系，好玩就好了。谢谢塔瓦哥，但真的很对不起你们啦。下一次我真的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些礼物全部通通送出去。没有，上周的粽子本来想努力投得到祖祖的粽子，所以什么意思？你说没有吃到我的粽子是不是？真的，大家的理解超好笑。对，那个旋转木马为什么到最后变成花猫？对不对？最后变花猫了，对不对 ？Hello， 张张华 ，Hello。IZARIZ Hello Her Hello 中心 Hello 古威羊奶 Hello 玉安 Hello 顺义，大家好呀。茄子也有抽到拍立得，好羡慕。茄子是哪一个拍哪一个照片的？对，留言掉太快，上周五有点崩溃，忘记来看祖祖了。没有，上周五是那个浪的那个包粽子。 Hello 大会吗？Hello 大福哥，谢谢大福哥来参加。昨天第一次见面呢，对啊，我第一次跟大家就是面对面见面呢。不用对不起啦，好玩就好。谢谢阿飞，你要问我后面的啊。傅伟，你就是木马的那一组是不是？对啊，包粽子，祖祖在祖祖在没有看到，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看影片。我那个哦，我是包粽子 MVP， 我真的没想到我自己是包粽子 MVP， 我真的认真没有包过。最好像是下播之后，那个师傅还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包过？”我说：“我真的没有包过，真的没有包过。”我只有看影片，真的，我以为是猫草，就是可能什么嗯哦对耶，猫草我怎么没有想到？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想说什么花猫还是猫花之类的。Hello 水锤。从木马开始歪的，对，我觉得是，就是木马，然后变成马，马以后变成花猫，哦，花猫是樱花瓣，是不是？那木马后面变成什么？哦，后面变成长颈鹿啦，对，就是旋转木马变长颈鹿，对啊，因为我第四名，嗯、你第四名，哦哦，不是昨天的那个抽奖第四名，是送礼物的第四名啊，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但没关系啦，没关系。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帮大家找机会，就是送礼物给大家。真的，我以为是猫草，不是羊驼吗？没有，我压长颈鹿，然后嗡嗡压羊驼。木马是我画的哦，阿飞，你就是画木马的那个吗？其实我觉得你画木马蛮像的耶，因为我，但是你应该要画旋转，就是你要还有要一个旋转，就是木马在旋转这样。也许他们就会想到是旋转木马，就不会变成长颈鹿，我猜啦。不是羊驼，后来我跟第一位讨论的结果，应该是要画樱花牌热水器。没有那个，我后来想了一下，我们后来有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可以直接画我们的 logo， 哎、欸，就是我们组的那个，我们那天刚好像有贴我们组的那个樱花图，这样我们应该就会知道是樱花瓣了。然后就是画一朵樱花，然后画一个花瓣，然后指那个花瓣就是樱花瓣。你说 BNK48 的 Melody 吗？我一直忘记放歌哎，好，下一首放那个好不好？下一首放 BNK 的，啊、好正哦。嘿 ，Talking to the Moon，BNK48。Melody， 我拼错 Melody。Hello， 思源，祖祖怎么放慢留言？好快，我不知道，超快的。哎，祖祖，谢谢思源。Hello， 易凯，对啊，今天留言好快，他真跳好快。真的觉得跟祖祖太有缘分了，真的，小风仔，祖祖的那本真的也很经典，真的，哎，我们竟然真的看得出来是真的是我，而且我竟然知道是碟子是祖祖。Hello 傅伟 ，Hello 冬雪 ，Hello 阿贤，那你最后有看到我的名牌吗？没有，我没有看到你的名牌，什么名牌？祖祖不知道。
比较好奇某某昨天吃了多少蛋糕，大概是一颗一整颗蛋糕这样。现在有卖一点点。Hello Only，Hello 龙龙 ，Hello 鱼尾狮 ，Hello 落日一下。大家想跟祖祖分享昨天生日会的感想，对，但是真的很好笑，我觉得超好笑。Hello 卡拉，其实名牌真的有为祖祖跟欧欧准备的。你是说手牌吗？还是你们的名牌？我没有看到你们的名牌，但是手牌我有看到。参加活动后，大家都被圈粉了啊！真的吗？好谢谢你们哦。昨天没有看祖祖很可惜，没关系，你要乖乖在家里。等到你长大一点点以后，妈妈同意你再出来。忘记弄名牌了，但我其实是海景第一排。你是哪一个？洛瑞笑，我就很怕我就是你知道，就是害你们失望，你知道吗？就很紧张。认真，如果你们有玩得开心，那当然是最好啦，耶、yeah! ！Hello 阿努纳奇 ，Hello 茄子脑亲友，昨天谢谢祖祖生日会很开心耶、yeah, 谢谢上面说的茄子应该是我们说哦所以是拍照吗茄子 Hello 阿努那奇 Hello 佑心晚上好呀 Hello 阿姆如一整个啊不意外什么意思一整个啊不意外阿哲有我有看到你的名牌叮当鼠今天没有去学校为什么可以不去学校佑心 Hello 易凯 Hello 中心竹哥白同学养鱼废片看过吗？看了，我看了，你就说是那个怎么教怎么养鱼那个，对不对？我看了，可是我看不懂，因为他全部讲台语。我毕业典礼最惊讶就是我竟然得奖，因为我有哦，真的、哦，恭喜恭喜！毕业典礼能够得奖真的超棒的。Hello 超哥 ，Hello 柳晨。怎么会失望？有看到你就啊呜，谢谢阿飞。呜、哦，你们怎么那么会说话 ？Hello， 暗红，昨天穿搭走秀100分，双下巴减五，双下巴减5分，双下巴。哦，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我其实笑啊，笑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有双下巴这样。热爱生命奖哦，真的哦，很棒。第一排正前方，白色衣服的眼镜男，糟糕，是在第几个？我想看。我想一下哦，没关系，我等一下回去看我自己的拍的影片。Hello， 暗红，晚安。昨天回公司有没有狼狈？后来暴打雷雨，还好。我跟你讲，我们一进到公司开始下大雨，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庆幸，好庆幸，没有下到大雨。昨天胸口挂着粉红色名牌，不知道祖祖有没有看到？好像没有哎、欸，因为他们大家是走的时候是有直接这样给我看名牌，说啊对啦，就是啊想知道你们是谁。可是如果主眼睛不是很好，祖祖我得热爱生命奖，恭喜！昨天喉咙就开始痛，结果今天开始哦开始发烧哦，那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呢、啊？佑心，赶快去看医生哦。台语可以学啊，有我有现在在努力在学了不是德全佩森。保重，真的要保重。怎么了？今天大叔为何汗颜？祖祖现场反应真的很棒，真的吗？我昨天有点呛哎、欸，我觉得，而且我们很好笑，我们就是大家准备要开始讲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会一起讲，然后我们大家想说好，那我们要让对方讲话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会一起停下来，然后我们就这样，然后我们事后就在讨论这件事情，想说糟糕，我们好像就是太有默契，然后一直就是同时讲，然后一起同时没有讲。Hello 玉安 ，Hello 玉超，晚安，新鲜柠檬 ，Hello 田吉吉，昨天见送有挂名牌，感觉你们两个没有看到，对我们两个有点太嗨了，就是没有特别看名牌阿哲，你们跟我讲你们穿什么颜色好了，我应该会就是你知道我有影片，我可以回去赶快偷偷复习一下你们的，就是把你们的名字跟长相对在一起。谢谢新鲜柠檬的巨蟹宝宝 ，Hello 翠翠，宜兰没有下哦，怎么那么好？我们那昨天整个下到暴雨哎，就是那个前辈回公司的时候是整个啪全湿。对，合照的时候才觉得原来祖祖这么高。对，你知道我们本来就是大家还说好就是要穿有一点跟的鞋子的娃娃鞋，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大家就说祖祖你还是不要穿好，我们都穿平底鞋。我说好，我还是穿平底鞋好了。好，可以看 Facebook 查照片点名。好，
看 Facebook 查照片点名，我觉得这可以。有去看，真的吗？你有去看影片？祖祖看到名牌真的很开心。有，我有看到你的名牌叮当鼠，因为你有给我看，我有特别记得，有看到叮当鼠的名牌。Hello 玉安，好，期待礼拜天见，玉安。Hello 切尔东，大合照被成员挡住了 ，safe。真的假的？希恩，你刚好被挡住。希恩，你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Hello 小薰 ，Hello 中佑，谢谢中佑，中佑追踪。Hello 小薰，代表大家想法很一致啊。对，就是大家就是很同时这样。祖祖下礼拜就能三天了。对，下礼拜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直播时间，星期一的8:30。不是，星期一的8:00，星期三的8:00，跟星期四的，我想看哦，好像星期四的2:30。大家星期四2:30可以吗？就是，但是我下礼拜四一定会直播，所以大家来看哦，就是端午节那天的2:30。我只打算等明天修完车子再去买我的毕业装身写真哦，谢谢 Chanty， 要加场了，对，下礼拜可以加场，对，可以呀，耶，大家要来看我 ，Hello L I S A D A I S U K I Suki，Hello Suki， 晚一点啦，怎么办？礼拜四是2:30。一样8:00好不好？啊，可是我礼拜四确定要2:30了。那天是放假，那天放假，公车迷在吗？怎么办？会不会断掉你的勾勾？公车迷，嗡嗡的星星，嗡嗡的星星，这100分我直接看得懂。星星，好险放慢了，不然我要哭哭了，真的、哦。Hello 柳晨，谢谢你的 kiss 啾啾。Hello 点 ，Hello 微如，晚上好呀。Hello 萨克。昨天卢卡说有下雨哦，昨天卢卡有说有下雨，我在说什么 ？Hello， 泡芙大叔，谢谢茄子追踪。端午节当然可以啊，耶、yeah, ，太好了！端午节放假那天，为什么会钱钱损失惨重 ？Hello Jack，Hello Kevin Lee，Hello 奶冻卷杀手，早安呐、啊！今天叫我进去的护士问你一个人来吗？我说对，我心里 OS 不然的，对我自己一个人。结果大猩猩不是嗡嗡的强项，土拨鼠更加夸张。土拨鼠那真的看不出来啊，那个真的是很难呢。Hello 铅笔在，下周四要上班，那怎么办？叮当鼠啊，不是啊，对啊，那怎么办？下周四，那你有办法2:30看吗？端午节连假刚好有休假，可以看到啊，太好了太好了，芊芊，那怎么办啊？叮当鼠，昨天有看到你模仿小慧，今天要补看，没看到我模仿小哦，对，小慧学羊驼，这真的超难的耶，小慧学羊驼真的超难的。下午无法，真的假的？中勋那个生日那个不是生日，端午节不行吗？维里安女孩改编杜卡你我的故事因你而展开，为你学会忍耐，可以。土拨鼠要米娜前辈比啦，就这样。对对对，可是不是啊，米娜前辈不是花栗鼠吗？那这样的话我们会猜花栗鼠呢。晚上好，神威。昨天只有买 B 场，但是看到大家的照片，足足美啊！谢谢 Jack。我跟你讲，我超想参加 B 场的，我很想看我们家阿丽。你知道我们只有就这样，去我们那天就这样去擦肩而过一下而已。一切起源来自啊，你还好吗？现在那你的那个受伤有好一点吗 ？Chanting， Hello 神威，有吗？有吗？有没有好多了 ？Hello 阿贵仔 ，Hello 熊猫岩。所以端午节要做什么呢？可能立蛋吧。不知道啊，不一定，不一定会立蛋，不确定，不确定。祖祖礼拜六去叫计程车被丢包，很生气。去年还发飙，为什么你被计程车丢包 ？Hello Jeff，Hello 史密斯 ，Hello 呱呱，你没有留下来当嘉宾吗？没有，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对，兄弟分别。Hello 斯乐冰，所以你有要把羊驼那题做完吗？我那题有很认真比，可是被他们 pass 掉了。我想说这题真的很简单。祖祖演羊驼很传神，对，我还特别学小慧演的方式，就是不是我平常的那个方式。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雅恩姐妹吃土，我那个真的不是，你知道，因为他是这样，他这样，我想说吃，然后又这样吐，我想说吃土，不知道明天可不可以去学校。你还是在家里好好休息好了，反正现在不是已经快要，不是快要期末了吗？你就在家里休息啦，等到期末考考完，是不是刚好顺便在家里休息？这个是什么歌啊 ？BNK 的 48的，好，吃土超赞，很坏，奶冻卷杀手，可惜没有能到现场看，没关系，下次我还会有机会。很重要，不对，大概是从两年前吧，就开始很流行这一种胸。我是猪，对啊，他怎么会讲他自己我是猪嘞？我自己在穿的是抹奶油，你们真的玩疯了，真的，我真的吓死。而且我是刚好还好，我站在很旁边没有被发现，然后一个闪神，然后他们就开始开模了。我们订计程车要搭，还差点被碧如姐姐拦截，什么意思？我们订计程车要搭，哦，真的假的？你们订了计程车，然后被碧如姐姐拦截，是不是？你也参加 B 场？你也参加 B 场，还要我斗鸡眼吗？三位一起推，加上二期第三，什么？加上二期第二、第三喜欢的，你是说这样全部一起在舞台上就变斗鸡眼了吗？这是谁送我的？我也是 QQ 没得看，没关系，是不是有人帮我们录影？我好像有看到。他还把我丢在那边，什么意思？但今天医生做了一件事情，我不喜欢的是什么事情？丽塔是二戒，真的假的 ？Hello， 季风亮 ，Hello， 命，想去但是都在家中养病。嗯 ，Only， 你还是好好赶快养病，真的是很担心你的身体。你们疯狂抹奶油，姐姐们有不开心吗？没有，他们只有说我们怎么可以玩得这么疯？你们赶快擦一擦啦，都变这么丑的，超好笑的。说赶快擦一擦啦，第一次看到这样子抹奶油的，真的超疯的，真的是我们真的超疯的。Hello me， 谢谢你的玫瑰。那个不是零一妹，谁是零一妹？Hello 犯罪集团 CEO，Hello 黑哥，我去计程车，他还载别人，把我丢在那边。我发现好像有时候会这样，你们要赶快上车，说是你叫的车这样。Hello 不准偷看 ，Hello 史密斯，我没有肥，我最近瘦了，啊没有，我最近胖了。哇 ，Hello 小风仔。西恩，对啊，所以你们就被拦截车子了，是不是？碧如姐姐还伸手要拦车，真的假的？可能因为碧如姐姐以为是公司叫的，工作人员有拍照，应该是有，也有录影，对不对？我记得我有看到有人有录影，有录我们。计程车我叫司机却载别人，他不行，你赶快挡住他说不行，这是我的车。Hello 卡咪，完蛋，不小心说出祖祖祖祖是除了小慧阿丽喜欢的二期，谢谢 Jack 没关系，因为小慧阿丽跟我们是 Sakura 二期金三角，我们是一个小 team。 唐瓦哥，祖祖本人超瘦的，重点是好美，谢谢唐瓦哥。挡不住吗？糟糕，司机我还没上车啊。对，就是司机，等一下我还没上车。Hello 史密斯，谢谢史密斯帮我分享直播间 ，Love you。祖祖本人超瘦，谢谢。祖祖腿很瘦，吓到了，真的假的？我最近腿有稍微变有一点点壮，还好你们还是还好，还可以接受，没有被发现变壮了，但是好像没有很舒服。你说身体不舒服吗？还是什么？台湾小黄水准担忧。我刚刚想说小黄水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新的饮料还是什么？ Hello 朱里恩，医生帮我打完针退烧，我问可以不要吗？他说打了会比较舒服，但是是真的啦，真的那个退烧针真的蛮有效的。结果梦纯前辈 B 场超乖，只有跟阿丽组 CP， 真的假的？所以他来在我们这边很闹就对了，完蛋，不想，没关系。
谢谢 Only 的 Kiss 啾啾 ，Hello 小风仔 ，Hello KUCC，Hello Only。昨天真的上演挡车这一幕，真的吗？真的有挡车是不是？生命共同体的概念，谁是生命共同体？祖祖那天衣服不错看，谢谢朱莉恩。这好像是那个我们后来讨论啊，就我们四个讨论说我跟欧两个人比较像主持人，然后那个佳丽前辈跟默默前辈比较像是那个生日会的主，就是生日会的人这样。因为我跟那个欧刚好是穿红色的嘛，然后欧刚好穿黑色，然后就说我们很像那个主持人。昨天骑车回家全啊，所以你昨天是骑车回家，然后就全湿了嘛？你有穿雨衣吗？昨天 A 场真的每个都很闹，对我们真的超闹。我们挡壁炉姐姐哦，你们是挡壁炉姐姐是不是？祖祖昨天穿那装我都被电了，而且融化我的心了。谢谢钢车迷 ，Hello 龙龙 ，Hello Only， 谢谢你的鲜花。祖祖穿的鞋子超炫的，那双是 Reebok 的布鞋，想说穿一个你知道就是搭配的那个轻便的感觉。看到祖祖本人很美，完美的时尚小公主，自称时尚小公主，不管了，我要自称。Hello 志祥，谢谢西安的巨蟹宝宝。Hello 汉，所以昨天 B 场的大家都很安静吗？还是其实他们 B 场也很吵，然后只是我们比较闹的。昨天有聊到祖祖对 TTP 很投入，我本来就是很认真的人啊。时尚长颈鹿西安，你太过分了。进阶大师为何点点点？我本来就是吧，我是吧。Hello 草莓风暴，专二有看过祖祖拍广告跟以豪哥看电视，对，那个是我第一支拍的广告，就是我第一次拍广告的经验。游戏蛮吵，真的吗？上星期二的雨下也下得很大，上星期二我不太记得了耶，我只记得昨天的心情。Hello 季风亮。有默默前辈在，怎么可能安静？还有佳丽前辈在呢，还有嗡嗡的，还有我呢。Hello 特洛甲 ，B 场是粉丝比较闹，真的吗？切尔东 ，Hello 特洛甲 ，Only 怎么了？杨雄，时尚麒麟王，麒麟王感觉好像有点厉害，好像时尚的麒麟王，好像什么动漫可以拍这个的感觉哦。都很欢乐啊，你们是即将失控，我们这么夸张就对了。Hello 加速 ，Hello 柳晨，是吗？是啊，是哦。今天大叔怎么样打我啊？哦，先哦，很派很派。落日一下 ，Hello 阿杰，站在主桌旁边感觉还矮我一点点，应该没有啦，我那天鞋子蛮高的。第一场雨林前辈跟默默前辈也是很闹哦，对吼，有雨林前辈跟默默前辈，就是时尚长颈鹿。就是时尚的小公主。晚上好呀，企鹅。上星期二用走的回来，直接变成落汤鸡啊！可是说真的，其实我蛮喜欢下雨天的，耶、yeah! ！超爱下雨天。Hello， 吉米周 ，TTP 的诗雅前辈是双胞胎，黑社会的诗雅只有一个弟弟，大诗雅前辈两岁。哦 ，Lucky 哎，感觉好久没来了，最近都签到就走了，真的。那你赶快来跟我聊天。雨林前辈没有发挥稳磨技能，就是乖，有乖乖，对不对？没有乱亲。Hello， 陈公子。美玲前辈也很闹，直接看答案，真的假的？祖祖在四个里面完全高出一大截，所以他们都说我是长颈鹿担当，或是就是你知道，他们都说我是爸爸。Hello 神威 ，Hello 015209，每次那个晨晨前辈都会说我是爸爸，他都会说我是爸爸，然后那个阿丽也都说我是爸爸。啊，我手表没电了。对，我是爸爸神威。无法参与生日会的话题 ，QQ 没关系，企鹅，
那个好像网络上查得到，他们有上传在 YouTube 上，你可以去看美丽的时尚小公主我。明天决定要再请一天，还是休息一下好了，又行，因为如果有不舒服的话，还是在家里。像我，只要一点点不舒服，就必须躺在床上好好休息。没有啦，我以前是很认真，是那种连生病都会乖乖去学校的人看我多乖，而且我是那种会乖乖戴口罩的人哦，我是一个超认真、勤奋上学，不是勤奋什么？勤奋什么什么的好学生。谢谢吉米粥的蓝色应援棒。上次安安直播间被数落一番，虚构的剧本还这样，什么意思？怎么了？你好，我叫小宝。你好，小宝。Hello， 酷酷奖。Hello， 小杰。Hello， 潜水兔。上面的话只有精华区哦，只有精华影片是不是 ？Hello， 咸鱼。Hello， 奶奶。花絮还没出来吧？我记得我有看到有，我上次有查到，不小心查到有我们的那个影片，就在刚刚。Hello， 吉米粥，时尚爸爸，原子族嘛？对，我是时尚爸爸，最帅爸爸，原子族。谢谢吉米粥的蓝色应援棒。Hello， 草莓风暴。Hello， Ricky 吗 ？Hello， Ricky。Hello， 威尔森。Hello， 加速。是公车迷，你是不是按到弹幕啦？你这样子，你那个弹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按到的 ？Hello 牛排 ，Hello 加加加加，晚上好呀 ，Hello 田中，生日会前有去九州冰屋踩点，法式吐司好吃。有，我有看到你们有那个发文，而且刚好很近，对不对？应该很近，我记得没错的话，很好吃吧？这好像是我有看到说。虽然那个背景墙的颜色不太一样，但应该是同一个地方。我跟你们讲，是同一个位置。怎么了？什么是弹幕？就是这个，你按到弹幕了。你们可不可以教一下公车迷怎么把弹幕关掉？怎么了，吉米粥？为什么？哈哈。这只是点小误会，没事的。其实可以跟他说，我不喜欢这样子讲。哦，什么意思？吉米粥昨天很帅。你说我很帅吗？我走得很帅吗？就是我走一个很帅的风格。Hello， 田中，祖祖真的好美，看那么久还是觉得好美。谢谢企鹅，谢谢你，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柳橙，谢谢你的玫瑰。你在飘，这个会扣一点浪花，对。怎么关掉弹幕？谢谢大福哥的掌声鼓励鼓励。Hello， 企鹅姐姐，企鹅姐姐，用网页版没有弹幕哦，用网页版没有弹幕。谢谢芊芊的真情告白，坐第一排感觉很开心，很近吗？谢谢牛排追踪 ，Hello 佑星，谢谢芊芊的 Love。我刚刚又重开了，不是，你好像要关掉一个什么留言的那个。昨天双下巴真美，我真的是觉得超好笑的。我双下巴又不小心跑出来了，哇 ！Hello， 小猪耳朵，好，你赶快去吃药休息，不要太晚睡觉，赶快休息才会赶快好。拜拜，佑星，晚安。祖祖，你觉得我的头贴还可以吗？超坏，我跟你讲超坏，我很 OK 啦，我还行，但是汪汪可能会哭。Hello， 明晶，谢谢你帮我分享直播间 ，Love you。祖祖哪一个？我蛮显眼的，哪一个小风仔？谢谢明晶的心之冠。我忘记你坐哪里了，小风仔。留言上面四个图案选第一个。谢谢明晶。选最左边的那个。关了，成功了吗？好，太好了。还好我只有说我会参加你一次生日会，干嘛这样，大福哥 ？Hello Jack， 琪琪，小希儿 ，Hello Jack， 是 Jack 对不对？谢谢明晶的玫瑰，人瘦还有双下巴，代表祖祖下巴很短，我超短的，你看我下巴只有这样，我下巴只有这样哎，你看，已经顶到喽，然后我下巴只有这样，
就一个大拇指指节。难怪刚刚留言好快，对啊，就没有了，对不对？祖祖对不起，今天不看我了。家树你，谢谢阿飞的爱你哦。好吧，家树拜拜，你拜拜。谢谢饭团的玫瑰族玫瑰，谢谢明晶的玫瑰。Hello 阿飞 ，BNK48， 留言太快，原来是我不小心按到，不会，没关系。没事没事，公车迷 ，Hello 豪哥，猪猪传说 ，Hello 滴滴，豪哥，滴滴传说，猪猪传说 ，Hello 豪哥，这首歌好耳熟哦，啊，这是他们的初日吗？实在不想听生日会是好啦，加速拜拜。我下礼拜是134哦，然后我礼拜三也会直播。对，这首歌是初日。Hello 刘，对啊，怕你花到太多浪花，公车迷。生日会我也无法聊，但我可以聊包粽子，可以，没问题，包粽子。包粽子，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想到我竟然是一个充满天分、包粽子天分的人，我真的觉得我很 OK 耶。我觉得，好啦，换话题，生日会跳过，没事，都可以聊，都可以聊，没问题的。要不要考虑一次礼拜六？下两个礼拜不会，因为目前没有安排这个时间。真的没有想到我这么会包，对啊，我真的吓到哎。心灵手巧吗？没有，我是真的怀疑，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离师傅最近，然后师傅做的那个细节我有看到，因为太远的话其实会看不清楚，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离师傅比较近。跟我一样没买表演票，那一个礼拜我都不想看直播。潜水兔没事没事 ，Hello 暖风枫叶。祖祖很好聊天，很好聊的，对，祖祖什么都可以聊。你们有问云爵前辈为什么每颗一只虾吗？哈，什么意思？为什么每颗一只虾？那个是什么？影片祖祖一脸娇羞，什么我一脸娇羞？为了吃祖祖各种天分成长，哎，对。原来是因为跟吃的有关，所以我的那个天分的那个能力就砰砰砰砰砰增加了。如果你妈妈以前有在包粽子，哎，可是我妈妈不没有包粽子呢，所以我犯规，离师傅太近，对不对？下周六祖祖生人直接出面了啦。下周六是什么？下周六是握手会吗？长颈鹿很可爱，但祖祖已经试了，芊芊。芊芊，长颈鹿很可爱，就是祖祖。我只觉得祖祖的腰超细的，谢谢牛排，谢谢。我会努力让我的腰维持很细。谢谢豪哥的 love you。那天在海景第一排看你们包中部粽，我们包中部粽，什么意思？我们没有包中部粽，吃中部粽可能牙齿就掉光光了。我知道祖祖已经试了，刚刚不小心按到，没有我的那个我要改一下，你们等一下提醒我，我现在改好了，我来改一下那个热门语，长颈鹿的部分，长颈鹿很可爱，长颈鹿很可爱，就是祖祖小公主。小公主不对不对，应该要改一下，长颈鹿应该说猪猪兔兔，原来是长颈鹿，猪猪兔兔原来是长颈鹿，嘿，好，我改好了，下次应该抽一个粉丝上去的。听说现场粉丝都很饿，真的假的？你们都没有吃东西吗？长颈鹿很可爱，但是祖祖已经试了，我已经改了饭团。
那你真的很有天分，为了吃什么天分都有了。我已经改了，我已经改好新的，你们可能要再出去再进来才可以。Hello, me so so。祖祖腿以上都是脖子，那这样不就变成这样子了？这样子不行啊，还是身体还是要有一段距离。Beginner。Hello, 西恩。对，猪猪兔兔原来是长颈鹿。Hello, 微微。Hello, 饭团。没关系，你可以再慢慢练习公车名。对，饭团，我是长颈鹿了。祖祖腿以上都是脖子，你们那时候怎么不跟我们说？我们还想说看，就是啊，不行啦，姐姐应该会制止我。我那时候本来想说要拿过去给你们吃的，可是姐姐好像会杀了我，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我后来我就忍住想说，因为我就看到我那时候本来要拿去给你们吃，我就看到姐姐这样，我就默默拿回来，不行这样。感觉粽子应该要有 Momo 出来， Momo 前辈出来包。你说 Momo 前辈也会就是我的强劲的对手，是不是？为了吃他也是不择手段了，对不对？长颈鹿很可爱，但祖祖不是的，陈伟已经是了长颈鹿。那 IG 上面 hashtag 也要来改一下了。对，礼物目前还是放在公司吗？你说哪一个？哪一个的礼物？Hello, 奶冻卷杀手，不可以做坏事。好的，好的，我们一定会忍住的，我们会乖乖，但是我们还是会很认真的为了吃进步。Momo 应该 ，Momo 前辈应该是对手，他也会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大家送的礼物，你说我们的生日的礼物吗？我只有看到蛙宁，可能其他的姐姐还在看吧，就是我还没有看到，不然就是我这几天没有进公司。因为我们那天回到公司之后，姐姐们后来还有好像还有再拿一些礼物回去，所以我可能是因为姐姐拿回来之前我就先走了，所以我还没有看到。我明天应该会进公司，我再去看。风宅为了吃不择手段，对，是的哦，没错，奶冻卷杀手就是哦。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去买的一个新的糖糖。毕业典礼那天好热哦，恭喜毕业了，公车迷竟然从反抗长颈鹿到现在承认了祖祖成长。对，我开始可以接受长颈鹿了。对。Hello, 告白教徒。好，我要给大家来看了，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呢，去参加了一个无人商店的参访，然后就在里面呢，我看到了一个觉得很可爱的糖果，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吃起来会不会很雷，就是这个，你看，有没有很可爱？这是那个机器人造型软糖。对，糖果分享时段，有看到碧如姐姐推礼物下楼，那我应该要这几天去公司看看。这个很好吃吗？真的假的？奶冻卷杀手，无人商店是夹娃娃机啊？不是，它就是 Seven Eleven 的无人商店。哦，新的积木糖吗？不是积木糖哦，它是机器人 ，robot 机器人，这个长这样。可爱，真的吗？这很好吃吗？但虽然很可爱，但我应该不会买来吃。然后因为我今天尝试着用那个 iCash 卡做结账，哦，蛮好玩的，好香哦！这个也有不错哦，这个一打开有香哦，这个感觉没有很雷。刚刚看成乐高，不是，它是那个机器人，是不是夹娃娃机公车迷？它就是真的是商店。Seven Eleven 的商店 ，Hello， 詹先生，突然好好吃的样，对啦，香精味，奶冻卷它，香精味赞，好好吃，真的好好吃的，它还，等一下给大家看，它是做一种看得出来它的光泽感吗？它是有认真在光泽感的耶，它做的很厉害耶，我觉得还不错，你们看得到吗？我帮你那个网美对焦手，给大家看一下网美对焦手。
欸，我觉得有点厉害，做得蛮强的。对，海北目前好像只有一家。哦，不错哎，还蛮好吃呢。谢谢饭团的掌声鼓励鼓励。主助要用过悠游卡买东西吗？我是用 iCash 卡，因为我们的那个发票中奖都直接到 iCash 卡里面比较方便。所以只有我去参访的那一间是不是？最后从 A 排到 B 这么长吗？什么意思？吃过一次真的很好吃，哎，很好吃，是认真的好吃，而且它的口感很棒哎，而且做的很精致，缺点就是有点贵，这个好像要39块吧。可是39块只有1、2、3、4、5、6、7个，什么味道吗？青苹果口味的香精，很少颗哦，超少颗的，可是好好吃哦。这个我觉得蛮推的，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就是我上次吃的那个的苏打口味，感觉应该也不会太雷，应该也蛮好吃的。造型嘛，当然要卖贵一点咯。对，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精致度是真的蛮值得它这个价钱的，就是哦，你看的是真的认真，会觉得赏心悦目的。附近进口商店有卖，我有看过，那你下次可以去买看公车饼，我觉得蛮好吃的，偶尔吃一次啦，但是我觉得不要常吃，毕竟就是你知道蛮贵的，而且又是香精的，然后又少颗，就是吃了就是吃一个感觉，然后吃一个偶尔解解腻这样，对不对？吃一点点感觉，心情也好。这是什么歌啊？啦啦啦啦啦啦，今天都10点半好不好？今天可能不行，因为我的手机剩下49%。对，我今天没有充到电，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才充电，可是我的手机好像没有充到电，还是怎样？还是我的线怎么了？然后就没有充到电，所以我刚刚好像是75%播的。我怕我今天会没有充电。人生的味道，有限公司出品。啊，那真的太可怕，真的吓死。西恩说什么？啊，对啊，对对，人生味道2.0吗？才不会嘞，人家这个是很好吃的，好不好 ？Hello CJ 1103，好，你赶快去晒衣服，直接换手机了啦！我才不要嘞，我要忍耐一下，还不行那么快。这个是什么？哦，天哪，拍的真好。好可爱哦，这个好可爱哦，这个歌是什么歌啊？ Hello Oppo 吗？ Hello 塔瓦哥， Hello 浪客362，这个好可爱，这首歌超赞的。 Hello 西恩，噔噔噔噔噔，有人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歌吗？有吗 ？Hello， 大家还在吗？谢谢浪克斯51的告白气球，谢谢你。对，祖祖看呆了，祖祖很认真在看这个，这个好酷哦。Hello， 叮当鼠。Hello， 小易。Hello， 切尔东。Hello， 阿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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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家妮妮在直播，我也想要去看妮妮直播，在哟，我知道你们在，你们陪我，我来去看那个好了。不会吧，我该不会用电脑版是没有办法看到连结的吧，就是只能看得到我自己的直播。
怎么办？ Hello 奶冻卷杀手，我看得到。谢谢浪客362追踪主播。边看01前辈，我想去看妮妮直播，我还没有看过妮妮直播哎。Hello 西恩，欢迎回来。我要怎么看啊？我来追踪，哎。电脑版都要打字搜寻，好吧？那我用打字搜寻。谢谢浪客451的玫瑰。Gino， 这个是什么 ？Gino， 这是日文版的吗？好，我来查查看哈，我来看妮妮直播好了，看一下妮妮，妮妮，哦，大哥，Hello 浪客33754 ，Hello 浪客337 ，Hello 严胜莹 ，Hello， 我们家妮宝。Hello Jarvis， Hello Kevin Lee， 有人看到我了吗？妮妮有发现是我吗？ Hello 艾文，我们家妮宝没有看到是我，哇，糟糕！久，对不起大家，我回来了。我去偷看了一下妮妮的直播，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可是为什么淡季喽？Hello Joyce， 哦，那个好好吃，我要再吃一个。Hello 玲玲，蛋城保护队，好像妮妮好像没有发现我，对不对？我来试试看它的红色好了，我发现它其实颜色好像不多哎，它不是每一个都有。我就没有他的那个蓝莓口味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给我蓝莓口味。安安玲玲啊，喝对。Hello 企鹅 ，Hello 企鹅是企鹅，澳洲的企鹅跟企鹅是企鹅是不同人吗？好，我看到加速跑去妮妮那边了，我抓到了。Hello 奶冻卷杀手。虽然不是很喜欢滴滴玩，但还是会，当然一定要为大家加油。而且我有好多朋友有在滴滴52，到家了，好，恭喜你到家了。啊，我在讲什么？恭喜到家了。很累哦，今天经纪大叔。Hello 柳晨，欢迎回来。Hello 安琪吗？还是安？这是什么？安什么？企鹅家族很多人呐、啊，真的、哦。昨天有去看祖祖，近看果然很漂亮。谢谢企鹅。Persix 马尾林是森林之王出生的。那个也是啊，莉安也是森林之王出生的。莉安很厉害，莉安唱歌超棒的。然后还有，我记得我有跟一个，还有一个一起工作过，我有点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也是，彩洁，对不对？我记得彩洁也很厉害，彩洁也很可爱，她超可爱的。而且她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女孩，她真的很棒。大家也要支持 Persix 哦，也要支持滴滴哦，大家都要支持哦。好可爱哦，妮妮家的狗狗真的超可爱的。申东靖在我小六就过世了，安君灿是，是谁？Hello 朱里恩 ，Hello Karen， 你就是旋律 ，Hello。唯独支持，谢谢你，公车迷。
请问大家今天还在吗？还是大家偷偷都跑出去了？要专情一点点。你说你们对我吗？好，没问题，没有问题。在，告诉你在。其实我蛮想要试试看用耳机直播的说。在呀，在呀。我以为你们不在了。阿哲，好好好，在还在还在。精神达叔，哎，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是爆速，不是精神达叔，爆速。Hello， 奶冻卷杀手，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我还在，因为林杰前辈还没上线。哦，林杰前辈今天会播吗？看一下，林杰前辈今天不会播吧？林杰前辈今天不会播。看一下哦。好，那我再跟大家握手会，妈妈会带你去。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Only 都在听声音，对啊，你都只有听声音，都不跟我聊天。Hello， 田真，晚上好。辅导长重新上线了吗？你说我吗？我吗？雄壮威武，严肃刚直吗？没有，没有，没有，我本来只是要报数而已，不小心精神达数了一下，没有数可以报，数跑走了。今天是军训课，对，今天军训课。他没有直播，今天怎么了？您说林杰前辈吗？对啊，今天他没有直播，我以为他今天会直播。Hello， 叮当鼠，上次看林杰前辈 IG 被电三次，嗯，林杰前辈真的也很电。Hello， 玉晨，破好是什么 ？Hello， 塔瓦哥 ，Hello， 君君，哦，不是 ，Hello， 幻影战士，Hello， 幻影战士 ，Hello， 田中，你是君君神推是不是？你的主推是君君，对不对？Hello， 米酒，君君的抓，他是台湾族泰雅混血哦。林杰前辈是混血哦，是吗？不是热门背包是什么？不是背包，贴纸。林杰前辈是原住民，没有混血哦哦哦哦哦。原住民，我跟幻影战士都是神推君君的，我也是，请加我一个，我也是神推君君。对呀、啊，一次混两族，第一次见到，好酷哦！祖祖也是神推君君吗？当然啦、啊，我是粉红君君神推耶，尤其是粉红色，他的应援色是粉红色，你看，你看，我多粉红啊！我多推他、啊，你看你就知道我有多推君君了。好，跟君君讲，对，而且我最喜欢就是君君有粉红色的东西了。你要跟君君讲哦。你问神推会知道，你问你神推会知道君君是谁？什么？什么都什么意思？你跟你问你神推会知道君君是谁？什么意思？在东部混两族比较哦，是很正常的。危机看到他是台湾跟泰雅，难道错误了吗？哎，我不知道哎。神推主主，谢谢 Only， 你们神推我，开心。我要换一下歌，不是，我想换一个歌。听个勇气，勇气，我爱你，无畏人海的勇气，凝聚岁月的更替，往后的潮汐。君君神推谁，我就神推谁。君君神推谁啊？我以为我推其他人不知君君是谁，什么意思？我以为我推其他人不知君君是谁，什么意思？你不是推君君吗 ？Hello， 明丽已经在祖族群发消息了。你说我神推君君的事情吗？那你有加注说神推粉红君君吗？
神队猪猪，他瓦哥太强了。希望晶晶今天会来看粉红色。对啊，这是我为了神推准备的。那我推田中滴滴，可以，我觉得可以。Hello， 切尔东，那你应该要问田中，田中你最讨厌什么颜色？猪猪好像在 IG 发的比卢卡多次，发什么？君君好像是推，对，好像是神推应云前辈吧。多在 ，Hello 明丽 ，Hello 卡拉。我其实很忐忑，没有许过承诺，你还爱我吗？奶冻卷不知君君是谁，他以为我转推。奶冻卷杀手不是，不要紧张，他也是我神推。嘟嘟噜嘟嘟，明丽 ，Hello Only， 我也神推君君，我最喜欢黄色吧？哦，我是说最讨厌。田中最讨厌什么颜色？我们这个神推的都要选主播最讨厌，不是主播，要选择你们最讨厌的颜色作为应援色。更新了，更新什么了？选你就足以。换了什么？桃花哥更新什么？贴文？什么？那是什么？晚上好，金界大叔。最讨厌黑色。我怎么觉得你应该是，你真的是最讨厌黑色吗？还是最讨厌黄色？你要黄色当应援色，还是黑色当应援色？芒果色我爱，因为 TTP。谢谢工程迷。Hello 德全 ，Hello Kevin。哇，不行，今天要剪你直播片给君君。君君的部分，君君会说，嗯，这段我不看哦。嗯，这段有粉红色。更新粉红的部分啊，谢谢桃瓦哥，很好，我要粉红。祖祖会推粉红君君，要推粉红君君哦，而且一定要粉红君君，不可以走君君，要粉红君君。Hello 浪客451，我最喜欢黄色，最讨厌黑色啊，那我选黑色好了。黑色应援色。Hello 逍遥，可是黑色好暗哦。我还是选黄色好了，黄色应援色，以后就叫黄色田中，黄黄田中，还是田中黄黄，还是黄黄田中。Hello Sparky， 这个是谁？这个日文是谁？我忘记了。Hello 万神，欢迎回来。这个日文怎么念啊？Hello 加速，我唱错了。能靠近你，哪怕一厘米，厘米。收到，粉红君君的饭头说叫他粉红君君100分，以后就是要粉红君君了。怎么了，万神？为什么眼睛也这样肿 ？Hello， 我是 Ringo 啊 ，Ringo， 好，最好我要记得有这个 H， 就是 Ringo， 所以。他的念法就是 Ringo 吗 ？Ringo，Ringo， 就苹果跟台语的苹果一样，我不会讲台语呢。周末生日会玩得很开心，谢谢你 Ringo。希望那个饭不是饭团，粽子你也很开心。Hello 浪客367，就是那个苹果 CP 比较瘦的那个。我很好奇一件事情，请问 Lingo 跟 Lingo 你们是兄弟吗？你们长得很像哎，君君应该会疯掉吧？你说粉红君君的部分吗？就你的台，我只有眼睛可以送。好啦，万神，好啦，是吗 ？Lingo， Hello 阮翔豪，阮翔豪，阮翔豪是该不会是我那天昨天抽到拍立得的阮？阮先生吗？还是是不是吗？还是是君君本来就知道我跟幻影是他的粉丝啊？哦，真的吗？那他知道是我吗？应该是情侣吗？哦，真的假的？他们要结婚了？哦，真的假的？他比较老啦。真的哦，所以他是哥哥这样。所以他们不是还是哦，所以他们是真的就是他们是
支持多元成家哦，认真哦，认真。R 六表示 ，R 六是谁？对，加速彩虹，笑到不能打字，粉红君君的部分吗 ？Hello， 叮当鼠，是真的吗？我很认真在问呢、欸，支持。修蛋只是撞名而已，没有没有，你们连长得都很像，你们很像哎、欸！我那天看你们，还是因为你们戴口罩的关系，我觉得你们两个长得好像哦。支持 TTP 之前本来打算支持韩团，发现日团进步很多，选择 TTP， 谢谢钢车迷。不要认真，好的好的，他们苹果圈很乱哦，好的好的好的，所以是不一样的就对了，是不一样的。是不撞脸跟撞名，对，所以我才以为说他们是不是兄弟，然后但他们刚说他们是情侣，我就真的认真想说哦，他们就是情侣，但他们好像不是情侣，越抹越黑了，所以不是吗 ，Lingo？ 所以其实是苹果圈很乱，苹果圈对我现在发现了，超强也撞，对，超强的，我觉得超强的。就是你们真的好好像哦，我觉得你们可以组一个 CP， 我真的觉得。Hello， 泡泡你好。哦，还是芋泥摸摸奶茶。Hello， 芋泥摸摸奶茶。我跟君君说了，他不信，但我又找不到，找不回那段直播，要剪今天晚上的给他。好，没问题，没问题，欢迎战神。今天晚上帮我今天刚刚讲那番话给他说，我神推。粉红君君 ，Hello， 美丽盈盈姐姐 ，Hello， 盈盈姐姐，还是应该要叫狐狸司机，叫狐狸司机好了。盈盈姐姐有点绕口，那她还是比较老的那个，直接把人家推坑，不是这样子的吧？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大家有吃过这个吗？其实我蛮喜欢吃益美的糖果，这小说是我的童年回忆。嗯，敏昌良子是日本的涂善尼吗？这个字念涂吗？我怎么觉得我的国文是不是应该要重修啊？怎么这么多国字看不懂？主桌是他饭圈顶点，什么叫饭圈顶点？哦，你说我是他的饭圈的顶点是不是？难得念对哦，太好了，万神，我没有念错就好。Hello， 坤坤，我比主主早十年感受这回忆，什么回忆？你说这个吗？你说这个吗？他有这么久了吗？这个软糖好吃，偶尔想嗯。真的超好吃的，而且它好刷嘴哦。Hello， 坤坤，是，所以我是在那个细微圈圈内，就如果用那个原图的话，我是在最圆圈圈内这样。Hello， 肯尼阿德尔森，好，出监狱站了，拜拜，好好走哦 ，Lingo， 不要跌倒哦，不可以偷听哦，专心走路哦。Hello， 优助417，你好啊。我五岁他就存在很久了，真的假的？我觉得他超好吃的，所以其实曼陀珠是学他的就对了，还是其实是曼陀珠先有的？益美好吃，嗯，哦，我不要听嗨歌啊，我不要听嗨歌，嗨歌太吵了，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了。那我们听、苹果课好了，我吃过这个，这个超好吃的，益美糖，刷取糖，可以反过来把偶像君为的粉丝只有主族，什么意思？可以反过来把偶像君为的粉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祖祖后面的那张照片好美，你说这个吗？这是我 IG 的照片，这姐姐帮我做的啊，好看耶。然后我想说我就把它要回来了，这是那个洗衣服，用我新收的洗衣服。等一下听追光者好了。 Hello 威尔森， Hello Kevin Lee， 军调什么 mini 控的，对，这个是 mini 控，这是之前 mini 控照片调回。我刚说什么？对啊，正想夸祖祖 IG 照真美，谢谢威尔森， Hello Ni， 谢谢加入了眼睛夜帐中。生日会贴在墙上的吗？对，芊芊，对。Hello Ni，Hello 卡丘 ，Hello 小屁孩 ，Hello 小精灵。对不起，我刚刚说了什么？我刚刚说军回吗？可以把军回的。Hello， 你好。祖祖下礼拜是134，对，我下礼拜是134播，这礼拜是13。然后我下礼拜应该是星期一8点，星期三8点，跟星期四2点半。Hello， 小屁孩，你好。我一定要回去看，我刚说什么？可以反过来把偶像调回的粉丝只有祖祖了，就是我了。刚刚说唯一把偶像调回的粉丝只有祖祖，对，不要一直想着君君。好的好的好的，下周134，所以每一次的时间变短了吗？不会，我应该还是会播到2个小时啦，礼拜一礼拜三，但礼拜四我可能只会播1个小时多一点点这样，因为礼拜四不一定来看状况，因为如果大家都来不及签到的话，我可能就会播长一点点时间。但如果祖祖到2点，我有点不习惯。不是啦，下午2点半啦，没有到凌晨2点啦。对，下礼拜开始3天，你跟我打招呼2次了，主播，我知道。Hello， 叮当鼠，没问题啊，没问题的。知道你现在脑子只有没有，你们都少打字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名字不可以少打，名字少打很失礼，要粉红君君 ，OK？ 粉红君君，人家姓粉红，叫君君。下星期四一定要看得到，其他2天不确哦。星期四一定看得到，因为放假，对不对？他在打喷嚏了，是不是？对，是下午。礼拜四2点半有机会跟阿丽同时间，真的假的？会刚好跟阿丽同时间，是不是 ？Hello， 吉思阳。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开深夜台，深夜台太可怕了，太累了，我真的太累了。还会为我们签到着想，超级累。当然了，这个勾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早上8点，凌晨2点播。哇 ，only 100分，这个真的是我真的难起得来，很难醒着这么晚。Hello， 金界大师，好了，小野张。不过下礼拜开，对，我下礼拜开3天。不习惯2点，比较习惯祖祖8点，2点半，没关系，公车迷，你如果可以到就尽量到，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Hello， 陈公子，对，你不会勉强，对，因为怕你如果有事情的话就不好。Hello， 小虎 ，Hello， 粉红君君，对，很好，塔瓦哥100分，名字叫对了，粉红君君不可以叫错名字喽。Hello， 吉思阳，先跟祖祖说晚安。好的，晚安，谢谢你，我也很开心。习惯每天晚上8点的节目就是看祖了，耶！祖祖的晚间8点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动物园园长台。Hello， 佩森 ，Hello， 拆钩神者 ，Hello， 索隆。Hello， 不是，谢谢陈公子帮我分享直播间 ，Love you。我可以到哦，你说2点半吗？太好了，太好了。酸辣汤。酸辣汤。酷
空空空空如烟。Hello Kevin Lee，两点还好，那个时候应该在拜拜。两点半，我就是想说，好像端午节有些人中午会拜拜，所以我才没有中午开。雨露前辈开过清晨五点，他真的很强哎、欸，我真的没有办法这么早起呢。刚刚去美玲前辈的台，好，你也可以，好，太好了，我又怕你们中午要拜拜，所以我就下午开。晚上八点的合家观赏节目啊，对啦，我也是合家观赏的节目，不是早上的话都可以，不是早上。猪猪，对，我是八点档，谢谢陈公子。对，我是八点档的节目，他参加滴滴五二，谁参加滴滴五二？哦，美玲前辈吗 ？Hello， 田中。嗯，我还没有看呢、欸，滴滴五二，我本来想说等他多播几一点，多播几集一点我再看，因为我是那种我不喜欢追的人，就是我不喜欢追，一直追。就是我要等，就是我不喜欢，比如说我这礼拜看了以后，我是没有办法知道下一集在播什么的人，然后我会受不了，我一定要比如说他出十集好了，我要播了五集以后，我才会开始看这部片，就是因为我想要一集看完以后看下一集，之后再看下一集，之后再看下一集，之后再看下一集，然后再看一集这样。小琴前辈第一集蛮有趣的，他一定很有趣。对，你懂我的意思。对，田中就是不喜欢等等的那个感觉，就会觉得我、哦、好物主哦，是这样讲吗？很物主吗？翁翁也有，对啊，翁翁也有，翁宝也有。Hello Kevin Lee， 就是会心有耿耿的感觉，所以我就是要等。我想说等播个五集吧，我想说再来看。就是五个礼拜这样，我要他全出了再看，可以，我觉得可以。浪客四五一，其实我通常是等到全出完才会看，可是因为我怕我会跟不上，所以我想说，五个礼拜还是稍微看一下，不然到时候被前辈杀死这样。滴滴五二是台版创造101，对。Hello 叶兰，五集差不多，对啊，五集差不多就是。时间差不多可以看，可以开始看了。Hello， 星盈，就是因为你也不是说，比如说你一次看，你也没有办法一次看五集嘛，就是时间的上，你也没有办法一次看五集，所以你就是可能看一集、两集这样，然后之后再看三集、四集，然后这个时候下一集就又出来了，然后你就可以看五集、六集了。以后呢，然后再下礼拜就出来，然后就第七集，然后可能就可以再等两周，就刚好是 follow 到最后这样。再多会被剧透，觉得竹哥没有参加滴滴五二好可惜哦，因为我怕我学校会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好好念完，因为就是我没有办法同时兼顾，因为那个时候刚进就是准备要开始征就是递履历的时候，是刚好刚进就是 AKB48 的时候，我怕我会就是跟不上啦。就是我怕我会跟不上进度，所以那时候姐姐有问我，我就说哦，那我就还是先不要这样，再多会被剧透，不知道总决赛会不会现场直播，好期待哦。那个不是和祖祖吗？真的吗？我喜欢出很多集再看，一集一集追很痛苦的，对，很痛苦，就感觉哽住了。Hello， 慢慢来，我会舍不得，我会哭，为什么？为什么会舍不得？云哥不意外，什么意思？陶曼曼结婚了，陶曼曼是 ，Hello 柳晨，陶曼曼是谁？因为祖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大家最好的朋友。Hello 柳晨 ，Hello 小蛋糕，他有参加，谁有参加？哦，你说云哥吗？你说易云前辈吗？哦，好少人叫他云哥哦。易云前辈，因为易云前辈他有办法同时兼顾，他比较厉害，他那个也比较强嘛，他真的很强。对，我就是还是稍微做好我自己的本分就好了。但一集两个小时半连续追会比较累。对，可是就是你会想要，比如说你看了一第一集之后，你就会想要说，哦，那我。
就比如说我看到第一集了，我就想要偷偷看第二集是什么一点点这样。云逸云前辈，云哥对不对？逸云前辈，逸云前辈真的很强，他真的超强，武神武神，赞小蛋糕赞。Hello 卡丘，可以跳着看呐、啊。其实就会跳着看，这就是为什么要一次等五集出来才看。嘘，哎呦，我跳着看。麻油前辈更可惜，嗯，没关系，他们比较能投入到那个节目，嗯，对啊，因为我不是因为我刚好要做毕业专题的时候，所以你知道，我想要认真好好的毕业，我希望我可以好好毕业，我希望我可以准时毕业。上次追看雨二，真的看了一整，我还不敢看雨二哎，我觉得看雨二我怕我会哭。打算等几集出来之后再一起看，嗯，大家真的就是一样的策略，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一个礼拜追一个礼拜，真的是。这就在这，原来是长颈鹿，就是我，我也是都跳着看。Hello 小蛋糕，对，我不想要演 B only， 我想要好好认真念。我看看有没有人整理出 TP 那几位成员的精华好了，省点时间。可是因为我还有其他，就是以前在一零的好朋友也有去参加，所以我应该也会看他们的部分。对啊，所以我还是会看全部啦。但是如果没有认识的人，我应该还是会用跳着看的。就是对，哦，没有，我不会，我没有跳着看哦。一个小时可以跳二十分钟看完哦，没有，我大概三十分钟啦，没有那么快，我大概三十分钟。雨二太暴力，看了会气到吐血。没有，我是真的。其实很想看，因为听说拍得很好，可是我怕我，因为我是那我之前有看那个美国有一部片叫什么的十三个遗言哦，汉娜的十三个遗言，你知道我看完以后我就忧郁了两个月，就是真的认真心情低落，我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两个月。柏林前辈也有，嗯，对，岩壁没有，我不想要岩壁成功子，我是不想要岩壁。不是岩壁加一，不想岩壁加一。我是因为想要，我想嗡嗡，所以想要先看头两集。不行，我觉得我看前两集我很痛苦，就是已经看了两集了，然后后面没有的话，你就真的会很痛苦。所以我就是没有办法，我一定要休息，就是我一定要等到他就是出了。对对对，汉娜，不行，我真的不行。生日会辛苦了。我先离开，好，拜拜，卡丘，不会，不辛苦，谢谢你们，你们有开心最重要。英国人有人看到什么？工程迷有人看到什么？对，我超入戏的，就是我会就是很进入那个剧情里面。你知道那时候我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好像人生真的就是没有人可以救你了，那你完蛋了，这样，就是真的很悲伤。我那时候悲伤到我真的快要哭了，这样。是后来两个月之后才好一点，就觉得雨二我还是先稍微不要看好了。Hello 田中 ，Hello 花生糖，谢谢你。太暴力，谁都入戏。可是我很喜欢看暴力的啊，比如说，私刑教育，大家知道吗？就很好看。对，不想言必加一小蛋糕，谢谢田中的心心相印。真的从花莲上来看恩恩跟祖祖，谢谢叮当鼠。Hello 浪客四五一 ，Hello DJ One，Hello 西兰，谢谢朱里恩的玫瑰，谢谢田中的心心相印。那比较沉重的议题就仔细考虑过后再看，真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什么，你的小孩不是你的小孩，是不是？蛮好看的，就是我有看，但是蛮好看。就是虽然它是很沉重的议题，但是它是用一个很科幻的方式去演，我就会觉得，哎、欸，就会觉得哦，没有那么现实，比较不会那么被带到那个带进去那个感觉，这样就会觉得说，哦，这是我真的要值得思考的一个议题，但是不会觉得说，哦，我觉得人生没有希望这样。我说我言必 ing， 不过这个月可以毕业哦。你是说你言必 ing 是不是？这样不行啊，陈公子，你要跟我一起毕业了，一定要加油。你可以看《熟女养成日记》，他们导演小说改编做到位，还有获得高票房哦。好，《熟女养成日记》是不是好？科幻对啊，就是对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拍得很好哎、欸。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是真的蛮成功的，而且又是又可以让人
思考议题，然后又不会让人太忧郁，然后又让人觉得哎，这个好新奇的题材哦，然后又觉得好好看哦，这样同时兼顾了四个。陈公子跟竹竹一起毕业了，对，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毕业哦，陈公子。我在这里默默陪伴，谢谢哦，我喷过，谢谢小蛋糕，香港们。夏威阳，有人有看《一笑倾城》吗？我觉得蛮好看的。Hello， 浪客三五五，我觉得超好看，就是《一笑倾城》的这部片真的超好看，而且是真的觉得人生充满希望的片。我也想物理上的一起，我也希望物理上的一起，不是只有心理上的，心灵上的。Hello， 阿如。加油，陈公子，你一定要毕业哦！可以想见祖祖，私下也很活泼。有啊，他们就说有祖祖的地方就会很吵。晚安，阿如。可以啦，这个月毕业了，真的吗？都过了是不是？所以你比我早毕业了。哦，那 OK 啦。好，这是好事，应该吧？是这个月确定毕业了吗？还是还有学分还没有毕业？抓！抓哦，抓，抓到你了，是真的有认真毕业吗？为什么要当机哦？100%确认无误，好，那确定了，这是成功毕业了是不是？恭喜！嘟噜嘟嘟嘟。看名单就会觉得生日会很吵，我还记得不知道是有谁说啊，那个感觉某某前辈也一起在同一场的话，应该会很吵。没想到我们刚好就请某某前辈。Hello， 阿飞，上次看《弑罪者》气到不是弑吗？这个字怎么念？一个口，然后一个竹，一个屋。女儿被失手杀死爸爸，女儿被失手杀死，然后爸爸还在记仇啊。竹哥有对发票吧？什么意思对发票 ？Hello， 阿飞，留下来，不然我没事。什么？不然我什么 ？Hello， L A L， 是我说的。啊、对对，然后刚好我们就请到那个，好险我生日会有戴。你是真的有戴耳塞吗，阿飞？真的假的？你真的有戴耳塞吗？我嗯不擅长。好，兑奖小姐有，我会兑，因为我兑奖完以后会存 iCash 卡里面。林公子不是要延毕才能留在台湾吗？哦，真的假的？所以你是要延毕才能留在台湾吗？无线蓝牙耳机，什么无线蓝牙耳机？只差一个面面前辈而已，真的，我们应该还有面面前辈的。我想看到谁，还有阿力，这样加在一起应该就会很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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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吵。我想想看，那个嘞 ，Bellflower 组有谁比较吵的吗？哦，有嗡嗡啊，还有谁吗？因为萨库拉是我嘛，然后 Daisy 是 Momo 前辈嘛？那如果每一组都两个的话，就是佳丽前辈跟欧前欧欧不是前辈，佳丽前辈跟欧欧是两个最吵的。那 Daisy 组是 Momo 前辈跟面面前辈是最吵的。那傻瓜组有我跟谁？还有谁比较吵？怎么觉得祖祖晚上怎么都能这么嗨啊？祖祖每一天都很嗨。你们那组有栗子没有？我们没有。那个栗子前辈是 Bellflower 的，我是傻哭啦。我就爱卢卡这个类型的女生，就是安静的女生。原来某某前辈很吵，很吵。哦、oh, ，对，每天都很嗨，也太诚实了吧？就是，哎呀，对，我本来想说也没有啦。对，是哦。Hello， 上庭 ，Hello， 田中 ，Hello， 吉科，好久不见，吉科 ，Hello， 上庭，谢谢爱竹竹。卢卡其实一点也不安静，他可以很吵。对，
但它是偏文静型的，它是忽然之间被打开开关，它才会这样。谢谢小蛋糕的默默陪伴。为什么你的学生证是用 iCash 专四才可以改？为什么 ？Hello 浪客859，小慧其实哦对，小慧应该要一起的。你们其实小晴前辈也不错，是不是？小晴前辈也是偏吵的，是不是？我是小天使，卢卡跟林杰前辈很熟，都是不熟很安静，熟了以后才会很对，很像，超像的，超像。我是说我专四学校全面改用 iCash 学生证哦，所以它是 iCash 加学生证，是不是？好酷哦！卢卡要按关，要按开关，对，他要按一个开关，要就是打开了以后，他就会忽然间哇，他就是会很好笑。最吵的是目前这位，你说萨库拉组吗？大声公，小天使可爱，这是我。有的大学还用悠悠卡学生证，对，悠悠卡学生证这个我有听过，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是啦，就是我大学以后是悠悠卡学生证，可是我高中是学生证，是学生证，学生证 B 卡是学生证 B 卡，然后但是悠悠卡是悠悠卡。祖祖不是吵是活泼，没关系啦，就是吵了啦。萨库拉是什么？萨库拉就是我们呐、啊。阿丽其实也很，对，他也是要有一个开关，他跟卢卡很像，要有一个开关打开。活泼祖祖叫什么？现在的成都烟，烟，我们就干脆一点。哈哈，空耳是什么？傻哭啦，空耳。不知道为什么，刚来祖祖直播的时候就敢开玩笑，不然应该就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刚来看祖祖的直播时就敢开玩笑，不然应该是很有礼貌的。哎，你是说你吗？你说你本来应该是很有礼貌的吗？结果一来我这里就不知道为什么开起玩笑了，是不是 ？Hello 花生糖，开关组，对，他们是开关组，要一个哦 open 打开了，他们才会就是很嗨。安安吗？安安是看人，就是他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人多的时候，他就会有点安静。可是他有时候人多哦，那他应该是看心情，他不是看人，他是看心情。就是他今天会忽然之间就是很安静，然后又忽然之间就是很开心，然后又忽然之间就是很忧郁，然后又忽然之间很开心，然后又忽然之间觉得很生气，然后忽然之间很沮丧，然后又忽然之间很开心，然后对，我好像已经有点对不上我自己的脸部情绪，对，他就是这样，会忽然之间。卢卡要搭上某某前辈，真的假的？我没有看过这个组合哎。自我介绍要改成这样了吗？哪个？你什么？你说傻酷辣吗？我们高中学生证还是学校自己做的，我们高中也是。哦，你说是纸类的吗？我们的是卡式的。好，我剩下28了，糟糕。我就不能打开阿丽的开关，每次都很安静。真的吗？那我是一个很好打开开关的人，你们有没有记得有一次，我永远都记得，就是我忽然之间看他直播，然后他没有发现我进来了，他就这样，他讲话的时候就很温柔，就说跟你们讲话就这样，哦真的吗这样，然后讲一讲，他就忽然间兄弟，然后我说他是会忽然之间这样子，忽然之间变的吗？听个病变好了，他真的是病变。看心情，对，要看心情。通常要过一阵子比较熟了才会敢开玩笑，所以我们很快就熟了。阿如，我们心电感应。你不是竹兄，我是竹兄啊。醒来发现何峰表示梦到卢卡，好梦，好事。家叔为何笑？上次梦到卢卡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直播，太想真的会长颈鹿啊？我怎么为什么这跟长颈鹿有什么关系？怎么听你说安好像有什么问题？哪有？他是真的，好吧？他是真的，因为他可能应该是一个个性吧，就是你知道，就是很会忽然之间这样，忽然之间，忽然之间，忽然之间。然后阿丽就是
表就是不是就平常的时候，就是他连平常讲话都是哦，就是比如说平常跟大家讲话的时候，他就会是哦很温柔很温柔，但他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我就是会兄弟，我跟你讲哦，我想说，哎呦阿丽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阿丽你还好吗？那请问他们的开关在哪里？想去按一下。对啊，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是我这个人长相，还是我这个人的问题，就是阿丽的开关。奇怪，真的很奇怪。Hello， 加速，兄弟，我跟对，而且他又讲兄弟，我跟你说哦，我想说，阿丽你还好吗？阿丽，女人心真的是海，真的海底针，因为我话多嘛。哦，你的意思说因为我话很多，然后就把他的开关打开了。那我知道了，大家，你下次你们去阿丽直播间的时候，你们打字就要打很快，然后打很多，然后也许阿丽她就会忽然之间开关被打开。真的真的 ，Hello 莫里斯，真的，昨天如果搭上面面前辈的话，应该会很疯吧？我们应该就不是只有这样狗那个蛋糕了，我们应该就是这样整块这样砸蛋糕这样。Hello 柳晨，哎、欸、不是柳晨，柳晨是在笑，不对，我看错了。Hello 博婷 ，Hello 哦 Ben Ten，Hello Ben Ten， 话痨在此。女大十八变吗？你是说阿丽吗？双子座真的不好了解，嗯，他的开关我也是不是很懂，可能真的因为我很会讲话吧，也不是很会讲话，就是很爱讲话。面面前辈是跟谁搭都会很吵吧？没有，如果面面前辈跟慧慧两个人又搭在一起的话，哇，那真的是哦收拾不了的那种。谢谢 Ben Ten 帮我们分享直播间 ，Love you。对。还要兄弟哦，他一定要兄弟，兄弟，是我太有感染力是不是？就是那个吵的感染力，静什么静？叮当说什么静？有两个人格吗？可能是哦，就是温柔 and 疯狂的人格。Hello 玉超，他遇到沉默的还是会安静哦， oh， 所以你的意思说，是因为那个那个阿丽如果遇到安静的人，他就很安静这样。博婷等于 TTP 知名粉丝，你好博婷，博婷兄你好，很高兴认识您。真的，而且要拿捏得很准。有人说阿丽很像小薰，真的很像。没有，我觉得阿丽很像某某前辈，他们长得好像。Hello 神威，叫他博婷就好了，不是 Ben Ten。好。然后阿丽会突然凶姐姐哦，这个吗？这个应该不会，这应该不会，但是她会语出惊人这样，她就忽然间讲一个，我们大家就想说，哎，你怎么蹦出这个想法的，或是你怎么会蹦出这个形容词这样？那我一时之间想不到她是讲了什么，但是就是会有时候会忽然间就是很新这样，没有知名啦，很低调。没有，博婷兄您好，您好，你好，你好。我是 TTP 铁粉，谢谢你刚成名。你是祖祖铁粉，还有卢卡铁粉。面面阿丽遇到沉默的就会安静。你是说面面前辈也是吗？面面前辈也会遇到安静的人就会很安静吗？真的假的？小慧配面面前辈已经见识过了，真的很闹。对，我想到阿潘前辈其实也很啊，对哦，对我跟阿潘前辈两个人也都会很吵。上次升格正式升，栗子前辈、面面前辈哭得很感动，嗯，真的。听说射手很配双子的，真的吗？真假的？真的假的 ？Hello， 五月花小雨，阿丽是那是原住民天生的喜感，对我觉得应该是。Hello， 小何 ，Hello， 人豪。别再那么淘气，是的，小迪前辈跟林杰前辈很像，但小迪前辈的开关比较容易开。我比较少跟小迪前辈聊天，但是我有发现小迪前辈喜欢一些比较好笑的事情，就是很搞怪的事情，他会很开心。因为有一次啊，我就是穿那个开叉的裤子，就是那个大
小腿那个地方是开叉，然后因为我真的就练舞的时候很热，然后我就把它翻过来，然后它就垂下来，呈现一个很好笑的状态。就小迪前辈好开心哎，就是小迪前辈那个就忽然之间好开心，然后就说我觉得很好，我觉得非常好这样，然后我就很想说，小迪前辈忽然之间怎么了这样。你跟小迪前辈聊香港的话，他会跟我聊很多。有，我还有跟小迪前辈聊过星座，应该有 TTP 热闹组特辑，就是吵特辑跟安静组特辑 VS。对，我的美照都在后面，人好。我算是第二次来这边看祖祖直播，你好，博庭兄。那你以后可以多来看我吗？把这首歌改编，卢卡是我的女神，融化了我的心，这仅仅代表着，代表着。小迪前辈是自己开，你说开关吗？就忽然之间就是自己开关就打开了，是不是？后面怎么这么多美照？这是姐姐帮我做的，生日会上面的照片，我把它拿来贴在我自己的墙上。谢谢小蛋糕啾啾。多来就好了，不是美照姐哦，是我啊，是我，是我的女神。对，波提兄，请多多来看我好吗？这仅仅代表着他打动着我的心。Hello， 玉祥884，谢谢追踪。所以昨天应该有阿潘前辈跟面面前辈，对，应该就会吵到不得了这样。谢谢小蛋糕的嘟嘟嘟，还有可爱迷人，晚安。这样是不是要拉我入坑的意思？没关系，不用到入坑，你有空的时候多来看我一下就可以了。偶尔有空来多看我一下。祖祖今天直播预告照片很美吗？谢谢。那张照片有点糊，我还想说你们会不会发现我有点晃到手。第一次看直播，结果现在网络很差，哇，糟糕糟糕，那怎么办？那没关系，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聊天。嘟嘟嘟。祖祖有喜欢的韩剧吗？最近没有耶，我最近在看那个陆剧古装片，传说中传闻中的陈芊芊，好可爱哟，郑露思。Hello， 陈恩，有点晃没错，但祖祖最美啊，谢谢啊，祖祖是美啦，不是最美啦，自己讲。谢谢人好的 love love。嘟嘟噜嘟嘟噜，一起学，一起在你面前，还有心脏。的坏笑啊，是很久没有看剧了。祖祖有什么推荐的吗？传闻中的陈芊芊，传闻中的陈芊芊超好看，好好笑，真的好好笑，而且又好撒狗粮哦。怎么晃都是美，谢谢人好，喵喵喵。现在网络很差，那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接到 WiFi？ Hello， 阿凯。觉得祖祖很会拍抖音，真的吗？祖祖只是很爱玩而已。我看完传闻中的陈芊芊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那你们看，有一点年代的美剧吗？因为我最近有在看一个，我觉得蛮好看。你们看恐怖的吗？就是，也没有恐怖啦，有点灵异的。Hello， 庆琳 ，Hello Jack。Hello， 谢谢阿凯的蓝色应援棒，怎么了？谢谢柳橙的蜂蜜柠檬水，怎么了？家属为何笑笑？怎么了？晚上好呀，庆琳。Hello， 路过。你刚睡觉，每天都在恋着你的好。喵喵喵，一起喵喵喵，喵喵喵。我有拍过这个哎，喵喵喵。你们可以在我的那个IG 的那个现实动态的那个典藏里面看到我之前的那个喵喵喵喵喵喵。上次听袁若蓝绿袖子哭了好几回，这个是什么？喵喵喵。Hello， 震动跳蚤，恐怖要跟女生，但是没有女生。
你们可以跟我一起看。上次的抖音很美，你说那个悬浮树吗？没办法，营区内网络很差，毕竟没有停直升机。毕竟，为什么还有直升机？好酷哦！对，不是到介绍鬼片，它是一个灵异的连续剧，叫《灵感应》。灵就是那个灵异的灵，然后感应就是那个可耐，就是那个感应到的那个感应。对，你可以跟我看。好，庆玲，你赶快跟他一起看。Hello， 晨晨，想被女生抱的话，真的可以约看鬼片，很认真这样子。Hello， 苦味羊奶 ，Hello， 陈奕迅，真的，我真的说真的，其实我是一个蛮怕看鬼片的人，可是我看女生看鬼片都是去看温馨片，没有看恐怖片。对啊，看温馨片也可以一起看啊，嗯。Hello 苦妹啊，不是 Hello 苦味羊奶，不是我在讲什么。然后你觉得怕躲到我怀里吗？哎，为什么要耳人家？你怎么可以耳人家成功子？先不要怕，原来人家也不要啊，真是的，庆玲也不要，庆玲表示说，嗯，我才不要嘞。结果其实是成功子跳到人家庆玲怀里，怎么办？ There are a million things we can do together. 庆玲，你要抱他吗？趁你改变那些痛记忆，埋在20年土的支持弟弟，并重新开心自己的啊！对，不要炫耀，为什么不要炫耀？量子纠缠一起看，什么叫量子纠缠一起看？重点是约不到，因为我真的有被爆过，是朋友。哎，点钟抓，点钟抓，为什么我们要互相伤害呢？以后就当作没有看到，当15分好了，我看一下。应该可以，我播到我手机剩10%好了。晚上好，鸭毛娘。看完电影二，两个男子就相爱了。那不行，你们要先玩那个36个问题，你们就会先相爱了，就不用看电影了。Hello， 叮当鼠，你们还记得那个吗？36个问题爱，32还36爱上对方。女生表示害怕就。不会看啦，还约看呢。我会说，真的是这一点都不可怕，到我怀里来这样。我只要抱加速，加速快，有人要抱你。好的，开心。Hello 流星 ，Hello 公主哦，没事。叮当鼠，不要那不要那看电影好了，你说不要看那个电影是不是？冷冷。不知道祖祖会不会看欧洲文艺片呢？嗯，偶尔会。我之前就有看一个舰艇耳朵听的那个，就拍的蛮文艺的，蛮好看的，叫什么什么法国片吧，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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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舰危机还是什么的，我也忘记了。Hello， 新鲜柠檬，你刚刚回我留言吗？太卡了哟，我说好酷哦，怎么还有直升机？是那么奇怪，你看，但女生就是这么奇怪，怕还要看，对，就是明明很怕还硬要看这样子，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没事没事，不紧张不紧张，我有看到，错过一静静，不仅仅是不仅仅什么不仅仅喜欢，等等，不仅仅是喜欢，对。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男生不要抱我，我只要祖祖、阿丽、卢卡、小慧的抱紧。好，你好贪心哦，成功子，你超贪心的。我以为我只要祖祖的抱，结果没有，我要祖祖、阿丽、卢卡、小慧的抱紧。好，这样子很贪心呢。Hello， 阿如，出镜。对啊，你看，太多人了吧？贪心吧？被抓到了吧？哦，你要被念了，你要被骂了。你看，抓，我抓到了。Hello， 阿如，哎，我刚刚打招呼吗？滴滴哦，太多人了，太多人了。怎么了 ，Only？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哦，神威跟成功子一样。那我只想要祖祖的吧？可以，叮当虎这可以。那把安安留给我好了哦，庆玲可以哦，庆玲有选好了，安安是庆玲的哦，祖祖抱我哦，好哦，桃花哥是祖祖的哦，哎，怎么刚好相反，这个可以，我们私下谈好。那个陈公子，你可能要跟大家都先讲好，这样
七步成诗呢？诗雅前辈也要紫竹棒，可以，没问题，紫竹可以，不可以贪心，至少在这个我在我这里要跟我说是我。但是你到时候如果去他们台，你再跟他们讲是他们，没关系，我会帮你们跟他们说。吓我一跳，好可怕！祖祖远离我，为什么我要远离你？营区内网络很烂，有直升机停就会变得没有讯号，真的、哦？为什么？滴滴鼠，加速怎么了？加速怎么了？我也想要，想要什么？抱抱吗？真抱过了，我想要祖祖。可以，想要只是可以。阿如怎么了？为什么阿如为什么要气不不？为什么要气不不？气不不成功子？你身旁，我和你一样。我知道你哦，我对你尽是喜欢。我也要跟祖祖抱抱，是兄弟的抱。好，没有问题。开启门，不仅仅是喜欢。你们知道这首歌吗？这首歌叫《不仅仅是喜欢》，是在6016026063那个营区吗？那个是什么营区？那女神呢？是林杰前辈吗？没事，想跟竹兄把吃。把吃是什么？什么跟竹兄把吃？兄弟的抱跟女神的抱不一样，真的吗？兄弟，跟阿丽一样，而且阿丽都会讲兄弟，兄弟，而且他都会讲兄弟。602，把酒言欢，你说你要跟我把酒言欢吗？你要有蛋吗？我想要蛋就好。韩国歌，韩国歌很久没听了，现在都听独立乐团的歌。独立乐团有哪几个啊？嗯，独立乐团，听个佛系少女好了。空空空空如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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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什么？结果都一样啊，一律出境，糟糕，直接这样。阿力太地了吧，超地的吼。那我女神抱跟仓鼠抱也不一样，嗯，应该都不一样。一定要加蛋，一颗、两颗、三颗蛋，蛋蛋蛋蛋蛋蛋蛋。刚刚那个咬下唇，因为哦不小心，因为竹妈问说，竹妈回刚一回到家，就在刚刚。一分钟之前回到家，他就直接冲进厨房，然后拿了九娘汤圆说：“你要吃吗？”我就这样，可是我不想吃那个淀粉，我这样很怕。然后我就说：“那有蛋吗？”然后煮妈就说：“有。”我说：“好，那我只要吃蛋就好，我只要吃九娘蛋就好。”Hello， 易凯。Hello， 煮煮要去觅食喽。好，你赶快去一下，我去拔一下是什么。拔一下什么会影响到塔台跟直升机的讯号哦，所以这样子哦，对，好像很危险，对不对？预想，那你这样还可以看吗？祖祖是我阿奇嫂，他谢谢你当时，谢谢你，我都听非主流的，推荐祖祖可以听马飞，好，我截图一下，马飞音乐团，很喜欢他的歌声。那我跟你，我跟推荐一首歌给你听好了，叫阿波罗，不知道几号，阿波罗几号？阿波罗二十几号吗？还是几号？糟糕，我来看一下，用我的 KK box 看一下，阿波罗几号啊？他们会惊讶的秘密，而我多了一个机。阿波罗。阿波罗，阿波罗。阿波罗11号，
阿波罗十一号蛮好听的。Hello T O N 痛吗？痛痛痛痛，我可以被祖祖抱吗？可以呀、啊，可以吧？应该可以吧？姐姐没有这样，没有出镜就可以。拔草啊！对其他人来说，我听的 K-pop 也很非主流。你听什么、啊，家属？阿波罗不是面包，不是面包啦，阿如不是面包，不是阿波罗多，不是心经，不是心经，很棒哦。哦，那首歌很好听，是不是？是阿波罗十一号，我可以给大家听。它好像也不是主流歌曲，蛮好听的。感觉我就是为了纪念那个玉祥今天来我直播间，应该是第一次。然后还有加上博婷兄的第一次到来，我来放一首他们喜欢的风格的歌曲来给他们听听看，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你听听看。我也觉得什么？那是歌曲名字吧？对，阿波罗十一号，于佩珍的歌。抱歉，我饿了，没事。阿如，你要去买吗？你要也要去买什么之类的来吃吗？正在冲回家吃饭的路上，快！晚点 IG 小盒子，你每个星期都会在 IG 推荐 K-pop， 好，好。有没有机会到601嘞？什么意思？哦，看不懂，好酷哦！会影响台的讯号，直升机要保持正常讯号正常。好，没，我家里都有准备好了，好，赶快回去，赶快回去。Hello， 田中，应该是不会。Hello， 佩森，那个是什么？是银队的之类的。早安 ，Hello， 微微宝宝，微微，微微真的是好可爱，而且微微那天穿的好漂亮。Hello， 毛良，哎，我的这个，哎呀，当机，哎呀。Hello， 毛良 ，Hello， 德全 ，Hello， 营区代号是不是？回家吃蛋糕吗？哦，回家吃蛋，回家吃蛋，好，赶快回去，好。我会小心的，公车迷，事故，早安，对，一进来就事故，早安，看到祖祖的裤子了，对啊，我的裤子，给大家看我的裤子，我的裤子是蓝色的，好看的裤子，给大家看，哎呦哎呦，嘿，看，噔噔，很酷吧，我的裤子，很好看哦，他们说我今天是阿拉丁神灯。微微超漂亮的，祖祖脸上反应好，你才可爱，真的微微，你那天穿超漂亮的，原来刚才是换热的，祖祖刚是不是饿到没力气了？可能手机饿到没力气，他就昏倒了一下，我又把他扶起来，他就早安了。有没有把生日会的名牌？你有把生日会？有啊，不是名牌，这个什么名牌？这个是贴，这个、照片。Hello， 这歌曲风格我喜欢，让人觉得很舒服。哦，谢谢博婷，我还很怕你不喜欢这个歌曲，但是这个是比较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热门的歌曲啊，因为它好像是为了一个电影做的歌，一个电影节里面其中有一部片，然后那部片里面有一个就叫阿波罗十一号，然后做出来的歌曲这样。好厚的感觉，不会，它很薄，它真的超薄的。而且我要跟你们说，这其实是男装，嘿嘿，买男生裤子穿。我要说是运动裤，会不会被祖祖揍？这它真的是运动裤，它是我运动时候的裤子。我是说贴你们名字的牌子啦，没有，没有。那是什么？是你们做给我们的牌子吗？因为如果是你们给我的话，我还没有去公司看。明天或是礼拜三去看 Luca， 好，我听的也不是热门的歌啊，那就好，你 cover 就热门了，真的吗？可是这首歌不好 cover， 这首歌不好唱，这首歌蛮难的。他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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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其实不好 cover， 蛮难的。Hello， 哈士奇，我刚刚乱说的哎，
乱说什么？他真的是运动裤啦，他真的是运动裤。你蛮强的，其实德全，其实你的眼光100分。Hello， 毛里啊，晚安。对，我都穿男装，最主要是因为那间店是男女装都有，然后我就拿了一件裤子，然后我就拿去试这样，然后他就说哦，你穿这件很好看，什么什么。他说，虽然这个是男生的裤子，但是我看你穿好像还不错，而且长度刚好这样子。哦，是这样子吗？暑假作业答应只做好，暑假前3天那些好，真的要暑假作业我也是会提早做完的人。对，是男装，他们说我今天是那个阿拉丁王子。就是那个，你们知道那个吗 ？A whole new world 的那个男生，没关系，祖祖穿什么都漂亮，谢谢叮当鼠。男装，对我握手会还要穿女装，哎，截图下来，博廷兄，你跑不掉了，博廷兄。握手会要穿女装，博廷，我认真哦，这种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认真哦。为什么我会想要蹲在角落哭？为什么德全没事腿长？嘿嘿，穿男装，子子爱穿男装，腿太长了。博廷是知名爱穿女装的粉丝，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好，真的、哦，那真的假的？我想看博廷，我想看你。如果是你来了，你一定要跟我讲哦。然后你要穿女装，我要看。真的假的？我认真了。裤子也是穿女装，真假的家属，祖祖身高要买女装，是不是尺寸也不好挑？对，我买不到女装的裤子，当天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好，我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博廷真的会穿，你放心。好，那我可以指定风格吗？我妈妈要谢谢你一直给我鼓励哦，我也谢谢妈妈。博廷真的吗？你真的会吗？我也想看，我也想看。正式成为知名粉丝跟君君，我现在就是我已经我首推粉红君君，我现在要推女孩博廷，还不要讲女孩博廷，可爱博廷已经不是博廷兄了，他现在是可爱博廷，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可爱博廷了，所以以后我们首推粉红君君，然后我们二推博廷吗？我觉得可爱婷婷你们觉得怎么样？不要好了，博廷好。可爱博廷，可爱婷婷，感觉好像很容易被人家抢走的感觉，就是好像很容易被人家抢走这个地位。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帮博廷用一个很适合你的。Oh my god， 你比我漂亮了，这样不行啊，博廷，你这样会什么东西？你看我昨天应该不会，我跟你讲，你已经赢过我们了，欢迎加入三期生博廷。祖祖叫博廷子好不好？可以，博廷讲吗？博廷讲，对，首推粉红君君，二推可爱博廷讲，加一个讲，可爱博廷讲，应该要叫博廷子比较好，是不是？哦，快10点半了，是不是？结果我手机还有11%，我怎么也太厉害了吧？我年纪有点大了，不要这样子，不会不会。所以要叫博廷子比较好，是不是？就是大家觉得博廷奖跟博廷子比起来，博廷子比较好听，是不是？博廷奖比较好吗？博廷奖跟博廷子哪一个比较好？你有足吗？什么叫我有足吗？好，博廷奖，好，博廷奖，好，我要充电。有去握足吗？那播到10点半如何？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跟思雅前辈讲博廷，说他年纪大，什么东西？不要这样子，我只第二次来看主厨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还有11%，我还有11%。Hello Chanting，Hello 微如，博廷降大，Daisky， 对不对？这个我应该会，这个应该没有念错，博廷降 Daisky， 对不对？博廷降缺男友中可以找田中。祖祖你充电了，好，我等一下充，我等一下充，可以，我应该可以撑到10点半。Hello， 准怀 ，Hello 怀怀，对不起，我忽然之间脑袋一个空白的。Hello 怀怀，尽头爱的宽容，你。保留。
寄托。我跟你讲，这首歌是我们的毕业歌，哎，国中毕业歌。造成大家困扰，不好意思，没关系，我念怀上听，我念怀，我跟你博婷跟你比较适合，比较适合什么？一次第十两个，第十两个什么？博婷有去过祖祖吗？好像没有吧，应该没有。期待博婷女装，我记得博婷好像没有，应该没有跟我说，对，应该没有跟我说，应该没有，应该没有，没关系。如果博婷来了，你们一定要跟我说，我想要偷偷跑出来看。可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偷偷跑出来看，感觉会被姐姐骂。不会啊，大家蛮期待的，我也很期待，超期待博婷奖的。现在是可爱博婷奖二推，可爱博婷奖。我还有，你听听。为何觉得这粉丝加戏图不好画？粉丝加戏图，好，你念怀，我念怀，没有念错。末日一笑 ，Hello， 嘉阳，晚上好。这次握六个成员而已，没关系，博婷，我们才刚认识而已，而且我才刚首推你，没有二推，没有首推，首推是可爱君，不是粉红君君。Hello， 嘉阳 ，Hello， 点点 ，Hello， Tom， 博婷四单要握啾啾哦。被偶像推真的有点害羞。你好，我是广东的魏子颖，请多多指教。你好，子颖。或是博婷会去祖祖列外面，祖祖就会看到了。对，祖祖列看，祖祖跟阿丽都会看到，祖祖跟阿丽是一起的。这次先到祖祖的列外面打招呼，对啊，可以吗？拜托，可爱博婷，我叫陈和峰，你叫我刚车名就好了。好，我现在还在想要怎么穿，要穿水手服吗？哎，这样不行，你这样会比我可爱，不行，你要低调奢华，你这样水手服太漂亮不行，我会输。可以吗？博婷讲可不可以穿？可不可以穿？没有那么高调的可爱衣服，这样会不会很难啊？太高调我们就输了啊，这样不行。这是明道中学的毕业歌手，好像是，对，明道中学，是不是？比祖祖可爱，那太可怕了。对啊，你看这样不行，这样我会输，因为这次我穿女装是我推都有入三段，就决定穿这样子来庆祝，好吧？那你推喜欢什么颜色？你推喜欢什么颜色？你就选你推喜欢的那个颜色的那一套服装，好不好？这样会不会？这样有没有感觉很？你就穿一看应援色。道明那边我很真的假的？低调奢华，施华洛世奇香满身吗？这个应该不是低调奢华，这个是超级奢华。Hello 神威，我没有1.8米，我1.71米左右。Ubike 暴走，不是暴走什么 ？Ubike 是走欧式风格。绿色要怎么配？哦，绿色，绿色有点难呢。啊，绿色好娘，好娘是什么？好难哦！我刚是要看性能很好，好难哦，绿色好难哦，好高哦，我的性能很好，为什么？啊，我到底在讲什么？绿色可以是头发，啊，好丑，不要。塔瓦哥是，对啊，好丑，这样就绿帽了呢。你比队长高一个多头，一个多头，一个头有多烂烂？哇，绿色是可以脸啊，脸色发绿就是发青就对了。小雨好，你忘记来看我直播哦。把 Ubike 当豪车，
真的吗？你买到豪车吗？你的祭品文是女装吗？好狠哦！什么叫祭品文是女装？幸好还在赶上了。绿色配蓝色啊，香菜公是什么意思？放心，我身高不高，我才168，好好，这完美身高哎。说到绿色，应该要配帽，翡翠金冠一顶，一个刀头，我认了，我真的认了，真的是都乱讲了。总觉得女装有机会上新闻，我觉得女装感觉100分哎。Hello， 小雨。浅绿色的碎花洋啊，哎，对，微微可以耶。浅绿色碎花洋怎么样？波婷讲。猪猪饿了，因为一直闻到那个味道，对不对？我是台湾人吗？我是哦。如果是游戏女生角色绿发很正常啊。对，可是如果是短头哦，你说戴假发吗？戴假发好像可以。那如果你说短发然后绿色的话。男生就是绿帽了，就不太好，真的不太好。我都把它当 Volvo 开，可以，这可以。Hello， 锦锦，这全都是吧？没有啊，才不是陈公子，加速就不是啊。香菜阿潘前辈绿色是蓝色加哦，蓝色加绿色。为了握手会还瘦了7公斤，看能不能穿，可以。我跟你讲，微微帮你想了一个浅绿色碎花羊，不错。Hello， 龙龙，在下广东人。啊哦 ，Tom 也是广东吗？绿帽，对啊，绿帽先不要啦，绿色头还是先不要好了。小娃娃准备减肥，对，先刮个嘴毛，涂个口红。如果要小绿花的话，建议粉红色的口红比较不会显老。那位可能不太行，为什么？我也是广东哦，谢谢柠檬，你也是吗？等你瘦了，我再跟你说。Hello G O M， 博婷姐姐真的很用心哎，真的，我不减肥。然后他说我要减肥。时间差不多了，我手机剩下5%了，谢谢大家。第一次见到你，以为我是广东女孩，你说我吗？真的假的？真的吗？再化个妆，不然就太黑了。音韵姐姐会不会疯掉？为什么音韵姐姐会疯掉？好，我要来念榜喽。预备，第15名，明晶嘟嘟嘟，第14名加速嘟嘟嘟，第13名是叮当鼠嘟嘟嘟，第12名是朱莉安嘟嘟嘟，第11名是小蛋糕嘟嘟嘟，第10名是傅伟嘟嘟嘟，第9名是豪哥嘟嘟嘟，第8名是更车迷嘟嘟嘟，第7名是饭团嘟嘟嘟，第6名是 Only 嘟嘟嘟，第5名是芊芊嘟嘟嘟，第4名是天章嘟嘟嘟，好，第3名是。柳晨嘟嘟嘟嘟嘟，第2名是浪客451嘟嘟嘟嘟嘟，第1名是阿飞，嘟嘟嘟嘟嘟嘟嘟，谢谢阿飞，谢谢大家。好，我今天要快速跟大家说晚安，因为我怕我等下手机没电，所以我现在来跟大家快速说晚安喽。预备，开始。说个笑话，默默小姐很坏毛良。好，预备，阿飞晚安，上庭晚安，浪客四五一晚安，小雨晚安，上庭晚安，谢谢你们晚安，叮当鼠晚安，上庭晚安，陈公子晚安，柳晨晚安，毛良晚安，教授晚安，阿如晚安，佳瑶晚安，锦晴晚安，博婷晚安，小雨晚安，田中晚安，高聪明晚安，浪客四五一晚安，桃儿哥晚安，阿飞晚安，小蛋糕晚安，我还有谁还没讲到？浪客四五一晚安，陈公子晚安，叮当鼠晚安。好啊，哥晚安，柳晨晚安，我还有谁没讲到？哦 ，Only 晚安，阿瑶瑶晚安，微微晚安。哦，我竟然忘记微微，糟糕了，微微晚安，俊英晚安，这是怎么可以这样呢？阿如，哦，我也忘了阿如晚安，毛良晚安，好，这样子有没有？啊，潜水兔晚安，神威晚安，小蛋糕晚安，朱林晚安，阿泽晚安，大家晚安喽，拜拜。哦 ，Jack 晚安，
谢谢好玛丽追踪，大家晚安 ，Jack 晚安，大家晚安。好，我手机剩下4%了，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有阿如，我有晚安过你，阿如晚安，拜拜。